的？就是马女士，那个龙小七我们高攀不起，何况你现在又这样，周末给你安排了个相亲，那人老实本分，你见一面吧。妈，首先我和小七是绝不可能了，其次你女儿现在我谁都配不上，我就觉得一个人挺好的。小诺，你准备等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我找了你好久。以前我就觉得我没身份学书，我配不上你，现在我更坚定了，我现在看我自己我都会觉得恶心，所以我远离你有错吗？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亲爱的，你最爱吃的糯米汤来到了。小七，都过去了，我现在只希望不要再来找我了，虽然我求你了，放过你自己别放过我好吗？别天天老是忙工作，感情的事也得考虑，这马上过年了，妈可指望你带个女朋友回来呢。妈你放心吧，我谈了个女朋友，今年一定给你带回去。哎我操，这个女的脸太吓人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你怎么也在这？跟我回家过年吧。胡说什么呢，就算在一起总有一天你还是会嫌弃我的，就让我们彼此留下心中最美的样子不好吗？你有没有觉得不心安？当初是我自己做的选择，我们不合适，现在合适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不是因为愧疚，是因为爱，遇到你之后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任何人。哦，就像这枚第二钻戒，一生只能够定制一枚，代表着唯一不变的承诺。徐小诺，在我这里你永远是我的不二选择，所以我们以后都不要互相嫌弃了好吗？像风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。